哎，你好，谢谢。你在干嘛呀？把这个防扇拿去卖了。哦。你又不吃这个防扇，放在家里有些就死了，我拿去卖了。那个呢？这个你吃了的嘛？你说有那个泥巴味的嘛？也拿去卖了。拿去吧，那。这么好的东西你都吃不来，哎。你吃得来，你吃噻。我吃了好多了，这几天泥鳅吃的我不想吃了。这捞个盆盆装好上去，等一下倒到一起，可以，走，干场。好打吧，好吧。来，师傅。十块钱捞小根的，小根的便宜点，十二十五。啊？二十块钱呐，十块三十块钱，给十块钱吧，哎呀，十块钱了。好的，该张大吉。他只有十块钱，做好了，你一个有好重嘛，爸爸？半斤。半斤，你看去停个车，开张了，十块钱。买的最大的那个，你拿的吗？小的，买的小的，那个亮亮只有十块钱，他说。因为这个鱼儿我不吃，然后家里面的人也不吃，今天的话全部拿来卖了。这一盆搞的全是野货。后来买野生防扇。今天街上好像没有很多人呢。还早吗？现在还早。买买的呢？野生的。都是来欣赏我们的鱼儿的，好带好带，哥哥都说。大根的这红蒜，这个大根的红蒜有八两，然后那丁都是半斤。这个黄鳝一直想出来。应该地龙高的嘛，肥料的。快中了一个黄鳝。又跑出来了。哎呀，那个黄鳝就是正派。有板筋。黄鳝真的长得那么大的。长得那么大的，我喂了好多年了。没有那么大的有。黄鳝真的嘛。这个十几块买都买不到。买不到。那天有一个同行去看一下他的鱼儿带不带，全是小龙虾。这个卖好多钱一斤卖的吧？他卖了20块一斤。现在还卖20啊？嗯。你整个月开吗？整个起码都有4-5两或者是。一根起码都是。他这个甲鱼你看没有？哎，你那边有整个吗你？甲鱼啊。好讲的干。刚刚看他把鱼具放高头去了。哦，不要弄它。你两个，把它放下去了，味道。我出一百块钱干净。全部要打的呐。哪还给打嘞？师傅，师傅，来嘛，买个地方，哎呀，见嘛了，只见。他说他的鬼哟，我在想。你说人家叫你打，你说我哪边买鱼的？这不是野生的吗？这不是野生的，盐汤的，野生的，大的全部卖完了，就剩一点小的，把这个拿去那边有人收购，直接在他那里拿去卖。爸爸哥，快点。剩下的这些都是小锅锅的了。那个黄辣丁跟大根的黄鳝全部卖完了，卖了有145块钱。然后这个黄鳝还要回去帮他打整一下，等一下给他送过来。收了，这个小的先拿去交。小的要拿到那边去卖。啊。刚才那根大黄鳝是卖多少钱一斤来着了？30。30啊。嗯，刚才过来，爸爸就在骂我，他说，看过那个哈巴尔，他说，他说卖的这么便宜，他说，不是说好
好的三十五，你喊三十就卖了。熟人嘛，熟人。他把那个命不过人，我跟你说。黄亚丁买了十副。哎。什么？我知道了。